所以我们叫客家小炒啊，就是切菜剩下的菜头菜尾一起放下去炒的。我们今天有这个伴手礼已经选出来了，在现场展览。客家文会为了推动印尼全国的客家饮食的文化。本日は2017年各客家グルメ料理コンクールこのように盛大に開かれますことを心より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。起起动，插入权杖，耶、其实呢，我们全台湾呢海客哦，就在我们新屋哦，安尼全台湾呢吼，第一个海客呢，这里安尼投一个新屋，哇，这么大气，哦，这些呢，这些的海鲜都是龙虾也来了，花枝也下了，罗三生比试正式开始。哇！掌声鼓励！哎，用猜的米呢？哈，哎，你米是梦呢？哈，吃啊，用猜的米哈，哎，你用猜的米呢？哈，先清清锅以后呢，再来啊来磨喏，喏变成酱米后呢？哈，一团一团以后，这个开始的一分钟呢，会用快速慢的方式去搅拌这个小麦的米。哈基妹姐，第一次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这位先生是也是第一次吗？好，国志老师如何？很 Q， 很 Q 哦！来，掌声鼓励！耶！来看一下前面，来，请看正前方，已经变成这个颜色了。有加老肉菜脯，老菜脯，聪明，老菜哎，老菜脯很贵呢，你这用重本呢？你是买的还是家里的？家里的聪明，我希望在场的学生组的不要那么紧张。我刚刚又救了火，又救了那个某部，所以我也很紧张。算是救了整个桃园火车站。是那个红烧肉，选那个紫苏梅、萝卜，然后果米果的。等一下要把它炒、煮、炸，还是？过油一次。对啊，对，你们现在在做这个炸的这个是什么？是美人虾，美人虾，可把它包起来，用什么东西包起来？条跟紫苏叶，半条，然后要怪洗鸭尾，然后给包起来。哎，我个人是很喜欢紫苏的这个味道。在赛事光遇的泡芙有没有？刚刚他们都已经进去里面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成品就要出来了。变，哎，你们准备两个甜点啊？这是什么？一个是果冻，一个是茶冻，一个是咸炒鸭尾。色香味三样俱全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料理。当然，前面基本的安全卫生也是不能少的，好不好？呛温太嘎，刚才纯根在这个市场，要到丝虫 ，Happy Night V 那一张丝虫嘞。好，准备哦。每个的竞争哈，竞争力非常的强。所呈现的菜品都非常的强烈及优化。好，好客猎人，耶！好客猎人，猎人请上。现场我们四十的朋友给予最高的肯定。好，0092、0011有没有在现场？这道菜，请问这是什么啊？啊？哦，荷花酥，哎，荷花酥，好伐？我们观音的莲花酥哈，这个是应该是红曲腌好的肉，对不对？对，红曲在那个凤 Q 哈，就是走马啦。其实客家话讲叫做走马，利用韭菜。其实这道菜应该会很爽口，感觉上。老师，请问这是板条还是一般的饼皮？这个是这个皮是什么皮？哦，就是那个龟啊，就是那个板条，河粉板条，用哈嘎板条给板条哈啊包里面的一些红烧肉，是我们讲的走马哈，走马就是红烧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艾草。艾草。哦，艾草，艾草的客家话叫捏。捏臭哦，捏臭，捏臭。它平常我们吃的是绿色那种菜包。是粗
花架三重奏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？第一个是苦瓜，然后这应该红红的应该是红曲。快救救我吧，阿拉！从青藏铁路一路赶到布达拉宫拉萨，耶路撒冷布勒啊！关允黑，海盗王时尚会馆。海盗王，跟着我去买菜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大家辛苦了。